上你戎装全素为主，但最主要是为什么叫金器为主，就是叫丹气。丹田气对我们人生啊身体最要紧，因为中医的理论气行血则行这个道理，血液的循环是由气行去做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武术是很多是吧，我们呢最主要是啊以戎装武术学丹田气。这个戎装拳的来历是从嵩山少林寺，在应征皇上的时候，因为跟少林寺结仇，所以说灭少林寺，火烧少林寺，然后跑出来四真铁栅、铁霸、铁珠、铁鞋。那么铁鞋就跑到我们福建来了，到仙游先传给都山老师，都山老师又传给武田的于七仙老师，然后于七仙武田那边再传到我们岭侯的大湖，从大湖又传到福州我的师傅带的叫杨飞龙。所以我拜杨飞龙为师，从16岁开始向杨飞龙学习，学了8年，20几岁我就是教8个县和区，基本上从文化革命开始就是教导。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呢，就是做生意这一段时间，现在回头过来已经年纪今年也71岁了，从65岁退下来，我就开始又把这武术要传承下去。所以我现在唯一的就希望大家来我这里学，我们尽一量传承给大家啊，使大家身体健康啊，永远活得年轻快乐。